峰哥好像跟小光有缘分。哎呀，我跟他都认识二十年了。哎呀，二十年的兄弟，以前经常住在小光家里面。真的吗？他就在那捣鼓那个钢琴呢，写过很不错的歌。跟张靓颖写过歌，黄小琥老师啊都写过。对。作为一个演员，怎么会跨界要做音乐呢？因为没活干，那时候当新人的时候啊。那个时候你在那儿捣鼓什么呢？我在那捣鼓吃，我在那等他做饭给我吃。那个时候你还是一个演员的身份啊，现在是个脸员的身份。